请进去。陈小姐，我约你今晚嚟系好意噶噃，点解你咁嬲我呢？哈，为何乱噏？你话我地莫问，始终非比我咁卖笨。何尝乱噏？你乱咁闹唔啱，睇佢两个劫错满神。怪错别人，无人夜心计系计划了人，快啲啦，因为你仲等呢个系你机会啦。未全目标太暴扑令人惊，吓真吓坏人。喂，请你唔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好嘛？如果你系冇野心嘅，咁你约我嚟做乜嘢啊？我约你嚟系想见下你啫嘛。见我？系咯。你仲见我做乜嘢？你明知道我装紧假，嫁俾一位阔少噶啦嘛。我知啦，你估我唔知道装紧假咩？我都好自量嘅，我约你嚟系有原因噶。原因？有乜嘢原因啊？千金小姐咁富贵，点敢高攀作配偶？得知小姐假阔少，有意向你问一问。得知小姐假阔少，你想唔想要叶孝啊？孝一不似确太过，奸硬嗌呀！时时话钱咪话我乱啊！更重真，钱财系好买，爱就唔得。吓，真你当人，听错听下系唔系啊？你梗系话啱啦，你冇钱啊？我踢你啊！你踢我，仲话我踢你？嗱，你又踢我啦！李先生，你唔使喺度整古整怪啦！你咁夜约我嚟，你梗系有野心啦！你欢喜点？唔怕开声讲噶，吓？陈小姐，请你唔好误会，我对你。真系冇野心嘅咧，我唔怕坦白对你讲啊。初咧，我系好爱你嘅。嗱，咁你都话爱我咯，咁仲冇野心？你听我讲埋咋，我个心初系好爱你嘅，但系后来知道你系一位千金小姐，而个父母。对你的婚事是要讲门当户对的，那我自问我有什么资格爱你呢？那你约我来做什么？我约你来是为了你的前途，因为彭宝高他不止身体有缺陷，而且跟你的年纪是不相等的，
你唔应该听你阿妈话就同佢结婚。你啦，你实在系爱我嘅，但系知道我就嚟嫁啦，你又冇机会见我噶啦，所以你就威逼我阿妈要我嚟呢度见你，系咪啊？好啊，而家我又嚟咗啦，又咁夜静，又冇人，你想点啫？使咩喺度做埋晒啲伪君子啊？嗯？我一片好心对你。原来佢咁好心对我，咁我真系睇低咗佢人格啦。呢场戏一睇得辛苦啦，呢场戏，人哋话辛苦到坐飞机位啫，我呢个前座嘅猪笼位，哎呀，啊，其实佢两个系登对嘅噃，我应该主张系兰配俾佢至啱嘅。我讲啦，自己系废人，乜都系老婆大晒坏晒事，爱莫能助。